没有没有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推塔，只要是赚的咱们就可以卖，不要保 KDA 啊，千万别保，别保 KDA 的。哎，走走走走，哎走走走走走，哎你回去，你回去 Q 他一下，好兄弟，嗯嗯，咱回去回去回去，说我是好兄弟了。哎，可以，快快快快快来快来快来 Q 他！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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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可以可以，完美完美完美！打他有点费劲。哎，真的，中路这哥们儿挺不错的，有事儿他是真上呀。快快，哥们儿人真挺好的。哎呦呦，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，我没跟上。没事没事，哎，你看你刚辅助我，其实是不是我真的挺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好好玩，我也好好玩的话。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就是啊。哎，其实这哪需要我好好玩啊？有人替我好好玩、啊哎。真想，真以为我盖伦很菜啊！笑，发力了啊！就你又打野啊？开玩笑呢。哎，真的说说个实话，你今天点他挺好的，第一把确实是我的问题。现在我才发现这哥们儿是真能处啊，好兄弟，好吧，好兄弟，好兄弟。他都整上好兄弟了，坏了。行，别急别急，刚才我只是故意给对面送两个的，让这个小姐姐，让大家觉得小姐姐很厉害。行，既然大家觉得这个小姐姐厉害的话，那接下来我就要发力了啊。不能不让他，不能让小姐的光环盖住咱们了，我在发力了。嗯，行。其实我这样更具有迷惑性。其实你没发现我是故意这么玩的吗？你以为你在大气层？走，先走，先走。我故意给对面，我故意的，你以为呢？啊？我人头还是正的吗？我人头一直正的呀，不是，这不有你辅助我吗？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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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推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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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故意送的，真以为主播盖伦很菜啊？不是吧？从现在开始一次不死，并且超神，太好了，好吧，咱也不吹牛逼，好。哎，还能不能行了，哥们儿？你怎么好起来了呀？啊，还行吧，极限逃生，走了。嗯，哎哎哎，嗓烟抽多了，嗓子不太舒服。哎，真别浪了，我现在要发力了。回家，真要发力了，真跟你开玩笑、啊。接下来每个操作都是非常极限的。回家，对面永恩一杠三，瞎子二杠三的，其实他们也没起来了。好，挺进出了，行，没了对面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忘了点啥呀？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咋？你是不是忘了点啥呀？啊？哦，忘啥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四杠三，忘了啥呀？嗯嗯，忘了啥呀？啥呀？啥呀？咋了你？谁那儿打雷了呀？是不是你那儿打雷了呀？我好像听到打雷了呀，这打雷了容易停电啊。停电吗？还行吧，我这小区、啊、我这小区一般不停电的，还好。那这电箱被劈了，你小区你得小心一点啊，啊这电箱被雷劈了还就停电了呀，啊又拿一个、还行还行。哎，你得小心一点啊。人家发育多好，你老说什么人家停电干嘛呀？
我这是他的安全着想。我还好，挺安全的。他那打雷了吗？他那没打雷啊。他那不打雷了吗？我这边晴天还行。怎么都打雷了？晴天啊！晴天啊！晴天啊！停电吗？也有哪一个还行？停电啊！停电啊！哎，老板，你真的、哎啊，老板，你真是个大善人啊！你还玩这么好嘞，还挺好的。走了。啥、啊？嗯，怎么就大善人了？别急，别急，慢慢来呗。哎呦，六六六六，你看，七个头了，还行，七个头了。哎不，哎我不是，我这能不急吗？哎，玩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哎，这波挺好。你真不养我了，哥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老板是个好人，上把一直在送了，这把就突然不送了。哥，你是良心发现了吗？啊，他真的好吓人，我天啊！你是良心发现了吗？这把都没怎么送了，你还挺好的。这都20-9了，我能不急吗？哎。不急，20-9，我们占很大优势啊！急啥？这才打别关心发不发现呢？你看一下游戏消息啊，盖伦。盖伦在杀人呢，怎么了，哥？别杀了，看消息啊，别。你喉咙难受吗？卡痰了吗？哎，我操！消息限制了，发不出去。喉咙难受吗？喝点水呗，多喝点热水。哎，不是你这人行不行啊？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？啊？咋了呀？我咋了呀？不是，我觉得他挺靠谱啊。我咋了？他七个头了，还行，八个头。你不是说要停电吗？啊？啥时候停电啊？停什么电啊？什么时候说停电了？啥时候说了？不就，哎，不是，你自己说的，你每天到这个点你会停电的呀？没有啊。好好好，行行行，好好好。不是我多给你200行不行啊？你，我就20块钱，你给我200块钱干嘛？给你的奖励啊！不用说。干嘛呀？不都说好了吗？说啥好了？咋了？哎，你别跟我在这装蒜啊！你装啥啊？不是，都说啥呢？你们没听懂什么意思？一直没搞懂。别杀了，别杀了呀！哎呦，你别杀了呀！都说了别杀了呀，还杀？他给我送，啊、这宇文给我送人头，没办法，懂吗？哎，你别担心，你回去啊。你回去啊，没血了，回去啊！不，人家在这好好玩着，你说别人干嘛？哎，你别管，回去啊！好，回去，走了。天哪，你还在那说别人？走了。嗯，哎，我这是关心他，什么？我没说他什么呀，我这关心他呀。你是说别人打挺好，你非要让人家停电，莫名其妙的。那打挺好，这不包赢单吗？包赢我也在很努力打，人家别人在很努力的打呀。老瓜子，哥们儿，你别出来了，能不能别出来了？你出来干嘛？别出来了，交给我们，我们来操作。我不出来干嘛呀？你不想信我呀？有吗？还装人呐，要长点信用啊，你别出尔反尔啊，你这人怎么不讲信用呢？你说啥呢？我要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我不讲信用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个等一下啊，我操作一下。别操作了。哎，操啥呀、啊、别。你看死了、哎、看到没有？还行吧。对，是吧？哎，明事儿了。好嘞，别急啊，别急啊，我在操作呢，才18分钟，你急啥呀，哥？你是急性子吗？别急啊，这……哎，我能不急吗？你这送几个都不顶用，你退吧，对面投了怎么办？你直接退。我退吗？这边，我
我推游戏干啥呀？我为什么推游戏啊？我死了，我已经死了。哎、赶紧推呀、啊！你别打了。不，你为什么叫别人推游戏啊？别人打那么好，你让别人推游戏干嘛？不，你真莫名其妙，好不好？就跟着辅助和辅助就完了呀。那打挺好，什么推游戏啊？说啥呢你？哥们，赶紧推呀、啊！推呀、啊、推呀、啊！推游戏吗？不，你凭什么叫别人推游戏啊？人打好好的。哎呀，他一会儿投了呀，哥们儿，别不讲信用啊！这我咋这么搞不懂你呢？投了咱不太输了吗？推塔推塔，赶紧的，别急。你不耽误你时间啊？哎、信用啊你！我是为了让你们更有游戏体验，知道吧？你赶紧退，哥们儿，听我的，赶紧退。退。不是你让别人退，我咋打呀？盖伦的名字叫什么，兄弟们？还有队友、啊。我这个英雄选的很有奥义。人家这么厉害，人家退啥？盖伦，他的潜质是什么？你就好好比如说刀锋之影泰隆，那盖伦是什么？行不行？给你加鸡腿，哥们儿，快点快点退退呀退呀退！退吗？啥呀？啊？不是你啥退呀、啊？我都搞不懂你在想啥呀，老板。他老让我推游戏，我没看懂，不知道啥意思。那你出去，你对啊，我都看不懂啊。出，你来，我赶紧。好好，我来，上，好，来，我转，我可以打你辅助下。好，还行。对面怎么这么没用呀？哎呀，几个打不死一个啊！你看我在送，看到没有？我在送。你别打了，回，你回家，你是不是玩不起呀、啊？啊，你先别回，咱一起打，这可以。好。嗯。还行，我 DF 二连，你也骗啊！我 DF 二连了，我 DF 二连了，你看我死了，看到没有？我死了呀，你没看到吗？我在送，你看没看到吗？啊！你别杀别人了再送呀！打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不是，我不是在送吗？你没看到吗？讲道理。那你现在退呀！你直接退游戏。不是我退游戏干嘛？你让我退游戏干嘛呀？为什么退游戏呢？你怎么退游戏干嘛？你现在退呀、啊！你赶紧退呀、啊！不是这送人头有用吗、啊？我送人头了呀！我把人头不送了吗？你让我退游戏干嘛呢？不是你送啥人头不厉害？说啥呀？不是你们之前说好什么了？你看。那个，这个小姐姐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刚才那个你闺蜜、啊、跟我想买通我，让我打假赛。然后就是想让你想买通我，因为他你不买通你，因为你刚才不是执意要我帮你打吗？然后说他说可以，然后呢就想买通我。买通你是啥意思呢？让你？不是你在说什么、啊？什么要买通你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给我点钱，他就是给我点钱，然后呢让我故意输，好吧？没办法，是他们先不讲信用的、哦，所以说我才来了这一套，懂吗？然后我就假装答应他们，我说，然后我就假装答应你闺蜜说，我故意输可以，我让他跟那个男的说先不要送人头，所以说为什么他这一把没送人头，就是因为你闺蜜跟他发信息了，让他这一把好好打，对吧？我。你确定是我闺蜜跟他说对你闺蜜，你闺蜜可能嫉妒你吧，就看、哎、你怎么这样子啊，就想坑你，你胡说八道是不是玩不起啊？不是，是我闺蜜让你把这个游戏输掉了吗？对，她故意让我输，她故意让我输，是他们先不讲信用的，没办法啊。你买不起东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点东西你玩不起是吧？不是，为什么她要这样说呀？你在干嘛啊？你还整这些啊？不是你就一个陪玩20级的陪玩，你装啥呀？啊，没装呀，是不是钱给你给少了？急了呀，那1000块钱押金都给你呗，赶紧呐、啊！不是这不是押金的问题、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我对他平时都，我们平时相处都很好啊。就可能觉得其他老板喜欢你吧，然后不喜欢他，他就想就你懂吗？可是我也从来没有抢过他老板啊。为什么要这点钱就算他平时也跟我怎么样我也会给他花的呀，或者怎么样，他没有必要这么在游戏里面坑我吧。哦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妈的，西西呢？西西你人呢？西西，所以说刚才我就所以说这一把的话我就给他
他们一种错觉，就是我在送，对吧？他刚才我答应了说，打到中途，咱们优势局我就退游戏，他们就答应了，对吧？我就将计就计了，小姐姐懂吗？不是提前说好了，这男的怎么这么恶心啊？西西出来啊，西西！不，我真的想不到，因为就他不会为了这一千块钱，会这几百大几百会把我怎么样了？真的，就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咱不是不都说好了吗？你还没退啊？